今天得给你发个红包了，真的呀？这料子开的不错啊，涨了吗？肯定涨的呀，这种。这个呢是属于我们讲磨弯机它的底层矿料了啊，窗是开了啊，但是它的肉很粗，大家能看得到吗？就相当于是说它的一个种还可以，也有底色，但是它的就肉质很粗，这种东西起货的话是不漂亮，就不好看的，啊，这个多少钱买？这个那就算你8800了，你发我也发。8800这8800看不到呀，妹妹。哎呀，这么大一个料子，你看。这个是莫西沙，这个还可以啊，相对来说还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一个肉质是化开的，肉是很细的，化底的。那并且就压灯来看，它是有一些底色这种表现。这边来看呢，就是它这边上，包括这里，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就飘色花的一个表现啊。那其实这种料子呢，总体来说还不错，莫西沙长狗。啊，这一边的话是属于这种一个白灰皮，这边是一个老断口，那断口部位呢是能够看到那个种水表现的，但是这种皮革上面就看不到啊。料子这种的话还可以啊，就是还能接受。多少钱吧这种？这个9800。9800？对。这小千数这个玩一玩。哎呀，你好不好？你要不一起打包吧？一起打包，这个我真不要这种。如果这个你诚心想要的话，就5000吧。5000？嗯。这个是吧？嗯，诚心啊，最低价，不要再看。3000块钱吧，我拿了，拿了玩一玩。3000拿不了，3000这个啊，3000你看一下这个全卤料。这个是吧？对。一点表现都没有啊。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。话是这么说啊，但是其实这个料子呢，这边有个小断口啊。那这个断口的部位呢，我们是能够看到什么？能够看到微微的看到它一点点这种黄雾的表现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纱是紧的啊，纱紧纱细，并且带一些铁锈啊。就全身啊，除了断口，还有就这里有一点点表现，大家看得到吗？这种东西其实放在几年前的市场啊，这种真的就百数的东西。怎么可能是百数的东西？就是我不是说现在，我说几年前，是吧？这个你应该肯定也是有了解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那么这个料子啊，我也不跟你说百数，是吧？这个料子。2600，我玩一玩。行吧，2600，爽快。这个好，这个2000就按这个。哎，这个咱们拿下，这个5000。对，这个。这个一次5000少不了。少不了了，最低价了，这个。那这个就给你加一点吧，这个毕竟开了窗，是吧？这个给你加4000块钱吧，好吧。5000，这5000了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。如果你要诚心要的话，打包价给你的。打包价。嗯。嗯，一般打包的话价格要低一点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如果四个一起拿的话，这料子咱们也不要啊，兄弟们。为什么啊？就说这个料子呢，其实明显是切过一刀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来镜头过来，是吧？就明显这边是一个切过的一个痕迹，并且还抛了一下光，哎，就很平的一个面啊。那么这个料子它再一次进行了一个开窗，是吧？那这边虽然说紫色确实很漂亮啊，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春色，是吧？它的一个种水是很弱的。是吧？所以说这个料子啊，其实意义不大，妹妹，这个不要，这好吧，就4000块钱，是吧？今天也就两个料子，这两个我不要，好吧？这两个不要啊？对，虽然说四个打包不了，但是我打包两个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得给这个便宜一点，好吧？就4000块钱。行，是吧？嗯，谢谢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那这两个你先拿回去吧，好吧？好，先稍等给你拿钱啊。好，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料子啊。这个料子呢是莫西沙的，其实是一个老料子的啊。它的这个皮壳雾层呢非常厚，是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吧？白灰皮。那整体说它的一个种水呢，其实还是算不错的啊。只不过莫西沙料子呢，它微微有一些绵，小玩一玩的料子，不过价格不高，是吧？那像这个料子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料子呢其实皮壳沙粒还不错，但是没什么表现。是吧？就除了这个断口部位是吧，有这种黄雾的表现，但它里面其实确实有一点点底色表现的啊。那这个料子没什么表现，我们去开个窗看一看，看看它的一个种水情况怎么样啊。但是其实我的一个判断来说啊，这个料子它种水啊是也不差，跟这个料子其实差不了太多的。我们去开个窗看看就知道了。
小鹿啊，啊，今天得给你发个红包了。真的呀？这料子开的不错啊。长了吗？肯定长了呀，这种还不长，什么叫长？这个颜色看着可以的哎，种水也不错。就是对，其实色来说啊没什么色，最关键是它的一个种水啊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。这料子当时呢我也说了，就是这边它稍微微有一些这种黄雾的表现啊。那么从目前来看啊，这个料子开窗的一个效果呢算是非常非常之理想了啊。就它的一个种水胶感杠位完全都出来了啊。莫西沙是吧，真正诠释了黄雾抵押出高后，真正诠释了种水之王莫西沙啊，整一个大胶块大冰块。对呀，志哥你得包一个红包给我啊。你要多大的红包？那当然是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对呀、啊，行，没问题啊，这个红包必须给啊，是吧？咱们这种也算是行内的一个规矩啊，就是说咱们料子开的清晰，开的好，咱们一般啊都会给他们，就是买货这种货主啊，给他一个包一个红包，是吧？就是也是寓意一个好的一个这种兆头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料子其实我刚开始说的啊，它除了断口，就这边是吧有雾层表现。那其实这种料子呢之前我们开的很多，所以说这个料子我大概率也知道它里面是住着什么样的妖怪，是吧？因为它整体的沙紧沙细啊，相当不错啊。那下一期视频啊，我们直接把它切开扒开，把它做成成品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起货效果，好吧？那想看后续的兄弟们一定记得关注小志，小鹿走，给你拿钱。好，好吧，兄弟们拜拜了啊。